大家好，今天介绍一款一键开机电源线 Power Pro Max， 配备一对鳄鱼夹，支持苹果6-13系列一键开机。机身采用铝合金阳极氧化工艺，硬度高，耐腐蚀更易散热，手感也更佳。这两个按键经过20000+严苛测试不损坏，持久耐用，稳定性更强。上面这个是电源键，可通断电源，这个是一键开机按钮，维修时只需扣好两个座子，无需镊子短接，按下即可一键启动，更安全高效。超压智能提示，避免意外烧机，更安全。当电压小于等于4.7伏为绿色，电压大于等于4.7伏红色提示。底部四个 Type-C 接口设计，可同时接4条 Type-C 开机线，体积小，稳定性强。采用高密度线身以及加粗铜线线芯，更大传导面积，电阻更小，柔韧性强，也更耐磨。原厂级链接做高度匹配电池扣，更稳定，减少手机维修风险。下面我们来实际操作。首先切断电源，只需轻按电源按钮即可，避免在带电时操作失误烧坏主板。找到对应型号的座子扣好。通电，然后按下一键开机按键，手机即可开机，不会因镊子而戳坏座子，也大大提高了维修效率。